所以呢，然后就是因为呢，直到有一个 pilot，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飞行员 appear 出现在他的人生当中，然后呢，他的 her life，他的人生本来是很顺的哈，后来他的人生就完全地，来这个 totally 这个字，它是副词，有 ly 哈，通常都是副词，它叫完全地，然后呢，它可以等于我们以前学过的 entire，entirely 这个字，完全地。所以呢，完全的就改变喽，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怎样的改变？She and the pilot，他跟那位飞行员两个人，他们怎么样？Fall in love，他们坠入了爱河。Fall in love，掉入了爱里头了。好，这里的 fail 是过去式，现在式是 fall。那这里是用过去式，因为是以前的事情了。Fall in love, fell in love，他们坠入爱河。所以呢，因为他们两个人坠入爱河了，人生有不一样的新阶段了，对不对？所以他的人生就 totally change，完全改变。好，那后来呢？他的幸福并没有太久，因为后来怎么样？这个 pilot，when the pilot，当这个男生的飞行员后来死掉了，die，他死掉了，在哪里死掉的？In a war，他在一场战争当中。各位可以看到，in a war，在战争当中，这个死掉。这个我们的飞行员就死掉了。当这样的状态，当这样的条件发生的时候，当这个飞行员他深爱的人死掉之后，我们的惊奇女超人，我们的惊奇超人呢，他就怎么样？他的心啊，his heart，her heart was broken，就整个都 broken 碎掉了。好，这个 broken 是形容词哦。好，这个 broken b r o k e n 这个 p p 当做形容词，就是翻译成碎裂的。所以他的心整个就心碎了，Her heart was broken，他的心是碎掉的，碎的，broken。好，所以他经历了也是悲伤，对不对？只是他跟我们的蝙蝠侠不太一样，蝙蝠侠是小时候 childhood 童年，然后他是长大之后失去了爱人。好，那我们继续往下，他后来怎么样把他的悲伤度过呢？来，however 然而呢？然而，however，instead of 来这两个字帮我画起来哟，instead of。Instead of，它呢是什么词性？因为有 of，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介系词，而且它是两个字，叫介系词片语。既然有介系词，就要先直接写文法。介系词只要有，就是后面加名词或 ing，不会有任何例外。所以要么加名词，要么加 ing。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用 ing？没有错哈，有符合文法哦。那什么叫 instead of？Instead of 是一年级的时候上学期第一册的文法。而非，而不是，而非而不是。然而呢，他失去了爱人。然而呢，失去了是然而呢，他失去了爱人哦。但是而非怎么样？Being beaten by，他没有被打败。be 动词加上 pp，beaten 是 pp 叫做 beat 是打的意思哦。beaten 就是被击倒。而非被选择被悲伤给击倒。来，各位写上中文，这里有一个被动式。被击倒，beat 这个字有击倒的意思。那它的 pp 呢是加上 en，这是一个没有规则化的 pp。be 动词加上 pp beaten，然后 by 是被谁，后面加上呢这个被这个 sadness。什么叫做 sad？sad 叫做悲伤的，字尾加上 ness 变成名词就是悲伤，它是名词哦。他没有让这个悲伤呢打败得太久。好，名词悲伤，所以而非 instead of，而非选择 being beaten by，而非呢 being beaten by，而非被击败，被悲伤击败。She used，她选择，she 使用，她选择使用她的超级能力 to 去帮忙，去帮助。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to。后面加上原形动词，这个中文翻译成使用什么去做什么。他使用了他的 power，他使用他的 superpower 去做什么呢？去 to help，去帮助更多的人，more people。所以他没有悲伤太久。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呢，She was such a strong man, strong and brave woman。That many people respected her，她是这么样一个强壮又勇敢的女性，以至于结果句，许多的人就 respect her，很尊敬她。好，我们待会来。